相信就係而家呢刻即市場係過分地對於呢一個嘅即係話所謂嘅即傳聞咧係過分恐慌咯。咁但係即都係嗰句，因為啲地產發展商嘅股份由地內房啲都跌咗好多。咁如果你話用一個好客觀嘅角度去分析，咁調翻轉，其實香港嘅地產發展商佢哋亦都好多喺內地嘅業務，咁即係話嚟緊因為三條紅線嘅緣故啦。